们现在在这个国家户外考古的事啊，但是很看很看啊，去啊去到那是很多，因为我们在这里挖很多土车，挖很多也很多挖钱，也很多超人的用的啊，这个资源值得我们去探索。环保概念进去了，就看你造出来，所以它是文化保障的重要，我要改变你们微笑问我们变成一个商家啊，我要爱的社区，变成讲，我要爱的社区，去到就是讲，慢慢赚钱钱用的社区，年轻人反向的平台，伊也无钱，少年人跟大家接触方面嘛，不然永续发展，好难懂。啊，真真正正在做的吼，就是讲，你们那边的社区基础变成社区公益，去做社区的公共事情，这样公民的心就爱，咱做韩国人吼，公民的心大家拢做，所以讲，对啊。我们两个人因为是有差别，公民就是作用的。我简单讲到这吼，就是讲，我们平常在家做菜普遍，啊，恁可能因为这个喜欢吼，而且恁分享很散。啊，芹菜也要讲，我们曾经参观过，它的文物收集是很多很多各种文物啊。我建议说，以后如果我们志工团体，啊，去芹菜园参观的话，是不是门票啊最便宜，能够免费？啊，我们收50块哈、哦，必须哦。像冬天你们来，我们要烤一条地瓜给你。透过环保奇迹品团购哈，我也接受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也接受，因为那家做鸡蛋做辛苦，来我做辛苦。我们受人歧视，遐尔久。哦，阮做这工作了，阮做的只是自由一下，因为没有专业人才。原来我去参观的，我感觉你有点好诶。啊，伊食这个鸡肝公吼，无像我感觉较无同。因为恁付出遮侪心血，社会就爱像恁这种人，啊，所以我会建议收较少一点啦。啊，讲啊，志愿团体报伊诶。减收10块、20块，因为你都有回馈嘛，袂使叫你了钱啦。啊，不要说嘛，那么计较。咱既然出来做一家，卖粿到这一支一碗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要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，要当者不尽量者。社会才有像你这种人，社会才会越来越旺，咱台湾才会越来越好。市长啊，各位伙伴，大家好。我的建议是讲吼，咱这个吼，志工刷出来吼，咱一般在面的拢无遐侪钱啦。一入面吼，入门费就50元啦，这基本的开支啦。啊，各位，我刚才看你们的那个影片吼，你们分了好多的景点吼，做科学的是讲，我们带出去的团体都因为受限在你们那个参观你们那个景点，那个坐火车的费用就很高。所以一般都没变的啦，我刚入园进去参观而已啦。所以真的了解到你们整个社区的，你们有那个做的那么多的景点，我们真的都没有实际去了解到啦。不加别物以后，还有先生和大哥哈，我能接受的工，如果是环保来讲，下次跟我谈，我也能改变你的目标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要下次我也能出去新事，我买得起。你若较少人来喜欢漫游哈，我是。去公车站去上，迄拢袂上，因为遐个遐，环境进来遐尔。